清点，放算。被大批支持者簇拥上台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来到澎湖为立委候选人杨耀站台，力拼四连霸。清德啊，竞选总统，咱要啊竞选立委，联合竞选总部正式成立。足感谢咱各位苦乐乡亲时代踊跃参加。不止陆战停小机，赖清德发挥空战，参与网络频道录影，让观众看到平常少见的另一面。我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被你哄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随便骂我，你可以。真爽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再这样嬉皮笑脸的话，我绝对不放过你。赖清德配合演出，一秒翻脸，吓得主持人花容失色，直呼不想主持了。从蔼可亲变成凶巴巴，强烈反差引发热议。网友也表示豪派，好想被骂。工作人员马不停蹄换上新的应援墙面设计。赖清德全国竞总在10月开张，首次加入消美型元素，利用 AI 技术让两人身穿棒球服装，象征将持续带领台湾，让国家稳健前行。赖清德竞选总部现场正在搭架，准备三号全国的造势活动，陆空战结合冲刺选情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